如果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，该去想想瞧怎么花何为家，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，初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头，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。如果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，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，何为家，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，初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头，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，只要向前看，别向前看，向前看了至少你的心不会散。如果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，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，何为家，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，初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头，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，只要向前看，别向前看，向前看了至少你的心不会散。如果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，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，何为家，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，初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头，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，只要向前看，别向前看，向前看了至少你的心不会散。如果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，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，何为家，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，初出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头，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，只要向前看，别向前看，向前看了至少你的心不会散。